好啦，你睇下呢條點樣做啦。而家咧要你拆括號 expand 同埋 simplify 化簡呢個嘅 polynomial。咁我哋就咁樣做嘅可以。首先咧就將呢個嘅正 b 咧就記得要乘入去括號裏面。咁下一步就變咗做係5ab 加 b 二次方減翻5ab 啦。咁你見到兩個 like terms 啦。就減走咗，就剩翻 b 二次方，答案 C。第二條啦，要化簡呢一個嘅咁複雜嘅數字咧，咁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將佢哋咧轉做唔同嘅底。嗱，16咧我哋轉做2的4次方，咁咧就會變咗做2的4次方再出面1次方。9咧我哋變做3的2次方。所以就係寫成3的2次方，再2的2次方啦。你見到啦，括號裡面咧有一個次方，出面又有一個次方，呢兩個次方咧可以相乘嘅。所以啦，前面呢個咧就變咗做2的444次方，後面乘乜嘢咧？就係3嗱，2×222咧，又係444次方。跟住你見到咧，呢度兩個嘅次方一樣咧。就可以係咁樣抽出嚟嘅。嗱，唔係亂抽噶，點樣先可以抽出嚟咧？呢度係中間做緊乘數嘅。咁呢個情況之下，次方先可以抽出嚟，或者做緊除數嘅。咁呢個情況，你先可以將個次方抽出嚟，得唔得？其他情況就唔得啦。所以就會變咗係括弧2×3。之後再444次方，就會變咗做6的444次方啦。答案 B。第三條啦，要化簡呢一個，咁點樣做咧？嗱，你見到呢度咧有個負號喺度嘅，而第二個 term 呢度咧有個正號喺度嘅，所以我哋就調位寫，就將呢個嘅 a 減 b bracket square 寫前面，減 9c square 咧就寫後面。嗱，呢度咧嗰個嘅 9c square 咧。即係代表1×9×2c。咁我哋點樣去化簡佢咧？我哋就會將呢個嘅9c2次方咧變做開括號3c2次方。個原理咧就係將個九咧變做3×3咁解啫。所以你見到啦，就會去咗3×3×c×c，咁啊即係咁樣3c將佢分組啫。OK。跟住你見到咧呢度咧就係藍色嘅2次方。減紅色的2次方，咁你就可以直接下一步咧，就寫做係藍色加紅色乘翻藍色減紅色啦。藍色嗰堆咧就係 a 減 b， 紅色嗰堆咧就係3c 啦。所以拆括號化簡之後咧，就變咗做 a 減 b 加3c 乘 a 減 b 減 3c 啦。因此答案 D。 第四條，如果 m 同 n 係 constant， 就有呢一個嘅恆等式成立嘅話，揾翻 n 係幾多？嗱，呢一度咧，你會見得到咧，就係有個恆等式喺度，有三畫嘅，即係代表左邊同右邊，無論咩情況之下咧，都會一樣嘅。咁我哋點樣去揾翻嗰個嘅 n 出嚟咧？我哋就可以咁樣做，將左邊就照寫，咁跟住要點樣做咧？就係我哋要將佢拆括號化簡，將 x 咧個次方由大至細咁排，咁我就會寫成係6x²-4x。嗱，後面負4 n 加一咧，我哋會習慣咧將加號咧擺前少少，就變咗1-4m 嘅。咁樣做有咩好處呢？就係我哋可以咧喺呢個位加括號，個原理就好似係譬如1-3咁，我哋可以寫做1，然後咁樣括住噶嘛。加括號嘅好處係咩呢？就代表呢度成嚿係 constant。OK， 到右邊啦，你會見到有嚿係2x 3x 加 m 再加 n。
咁我哋要做咧，就將個 2x 咧乘入去括號裏面，變咗 6x square 加 2mx 再加 n 啊。咁又係啦，你會見到啦，今次呢個 constant term 咧就係 n 啊。咁你發覺啦，你就可以寫成咧就係一減四 m 等於 n 啦。嗱，你發覺呢條式咧就未足夠去揾翻 m 同埋 n 嘅，所以我哋仲要比較多一個 term， 就係 x 嘅 coefficient 啦。left hand side 咧就做到負四 x，right hand side 咧就做到二 mx， 所以啦，我哋知道啦，負四咧其實即係二 m。好啦，咁啊即係話咧 m 咧等於負二啦。嗱 ，m 係負二咧，咁你見到呢度有個答案 c 咧，好多同學就走去圈 c 噶啦。記住小心啲睇下，人哋問 n 單頭嗰個 n， 所以你點樣去計翻個 n 出嚟咧？咁就係咁樣寫啦，一減四乘翻負二咧，等於 n， 即係話啦 ，n 咧等於九啦。所以呢條嘅答案咧就會係 a。第五條啦，要執 x 做 subject 啦。我哋照抄題目先 ，y 等於 cx 減三括弧 a 加 x， 我哋就將個負三咧乘入括號裏面，就變咗做係負三 a 減三 x。然後你見到咧有個負三 a 喺右邊，將佢移項擺翻隔離，變咗 y 加三 a。好啦，跟住啦，另一邊咧仍然剩翻係 cx 減三 x 噶嘛。呢個時候咧你就抽 common factor 啦，抽個 x 出嚟。然後咧就將成個 c 加三咧掉去隔離分母，掉佢下面，咁樣咧就叫做做完噶咯喎。寫翻清楚咧 ，x 喺左邊 ，x 等於 y 加三 a over c 減三啦。咁所以答案咧就會係 b。第六條啦，五 x 加二 y 減三等於二 x 減 y 等於十一。問 x 係幾多啊？呢一類題目咧，其實可以將佢拆做兩條嘅方程式。第一條就係咩咧？就係將佢變做係五 x 加二 y 減三等於十一，即係第一嚿低第三嚿。第二條式係咩咧？可以寫做二 x 減 y 等於十一，得唔得？咁你要做嘅咧就係計 x 啊嘛，所以啦，你就要想辦法咧令到 y 消失。令到 y 消失咧，其中一個做法咧就係執翻 y 做 subject。咁我哋就由 equation 2出發 ，y 咧就會寫做係二 x 減十一啦。好啦，既然知道 y 係二 x 減十一咧，我哋就將佢代翻落去藍色呢個位嗰度，所以就變咗做係五 x 加二 bracket 二 x 減十一再減三等於翻十一啦。咁就將個二乘入括號裏面咯，五 x 加四 x 減廿二減三等於十一。咁你就得到咧，九 x 咧就會等於十一加廿五，九 x 咧就係三十六 ，x 就會出到係四啦。咁計到 x 係四嘅話咧，答案咧就係 D。第七條咧就係牽涉到呢個利息嘅問題，複利息。咁啊，李小姐就借五千蚊咧喺銀行，嗱呢個 PA 咧即係代表年利率咁解，每年俾翻。你的利息給 3.6% 你，即是每年呢，你一般來說，你入100元下去，它就給回3.6你，但是複利息就不是這樣的，複利息呢，除了看它年利率之外，還要看它滾存多少次的，它的 compound monthly 呢，你們要留意這個字眼，非常重要，是決定你適不適計這條數的，這個字眼代表每月一結，每個月結算一次，一年有十二個月啦，咁即係話啦，其實啦，呢個嘅錢五千蚊咧，就滾存咗十二次噶啦，其實嚇，仲要擺三年，一年十二次，即係話啦，三年滾存咗三十六次噶啦，就唔係淨係咧單純考慮幾多年咁簡單嘅 ，OK， 好啦，咁所以啦，你要點樣計翻個嘅錢咧咁樣樣 ，the amount，OK 個本利和就係將本金。五千蚊乘翻一咧，係嗰個嘅最初嘅銀碼啦，嗰份嘅銀碼佔一份啦，然後將3.6% 嗱呢個係年利率，
因為每月結算，所以我哋將佢除十二，得唔得？然後啦，佢次方就擺幾多咧？就擺三十六，唔係擺三啊，係擺三十六，因為一年十二個月，三年有三十六個月，呢筆錢係滾存咗三十六次噶。嗱，有台咧就唔識咁樣撳個百分比嘅，其實你又當呢個 percent 咧係一百分之一，所以你就撳啦，三點六除十二，再除一百，咁應該就出到咧呢個嘅零點零零三嘅。咁樣嘅 ，OK， 然後36次方，咁點用計數機撳個答案出嚟咧？通常我就會咁樣撳咯 ，OK， 我用第二隻顏色筆寫啦，五千乘開括號一加零點零零三，然後就上箭嘴 ，OK， 36，跟住就輸入，咁咧就會出到個答案噶啦，佢 correct 到係 nearest ten，OK。咁出到咧 ，round off 完咧個數值就會係5570，因此答案就係 B 啦。好啦，第八條啦，阿 John 咧量度到佢個重量係105公斤，就 correct to the nearest kg。好啦，嗱佢望到呢一句咧，即係話啦，其實嗰個嘅叫 maximum error 咧，就會係1 kg 除二，即係0.5 kg 啦。咁所以阿 John 嗰個重量嘅真實上限咧，就係105加0.5，而阿 John 嗰個嘅叫做量度嘅 lower limit 即下限咧，就係105減0.5。嗱，你細心啲留意啦，我喺處理個下限嘅時候咧，係用細過等於嘅，但我處理個上限嘅時候咧，我用細過嘅啫，即係話阿 John 個重量咧。其實是可以等於翻104.5，點解咧？因為如果咁啱等於104.5啊，咁佢就會 run off 變咗係105 kg 啊嘛，得唔得？嗱，我哋永遠唔會知道阿 John 嘅真正重量嘅，只係透過量度嘅時候去估計翻佢嗰個重量係幾多嘅啫。而家今次佢量到嘅重量係105 kg。即係話佢真實嘅最細重量可以係104.5 kg。點解啊？因為呢個嘅五啊，可以進位變咗做去下一格表105噶嘛。同時佢唔可以等於105.5 kg。點解咧？同樣原理，如果佢咁啱等於105.5 kg，佢就會透過4.45入進位度到106出嚟噶啦。得唔得？咁所以啦，呢個咧就係阿 John 嘅真實重量範圍。因此啦，以下佢就問啦，邊個係不能夠作為佢嗰個嘅真實重量嘅範圍咧？咁樣樣，咁你就可以睇到啦，就係 D 啦。因為 D 咧104.26咧，仲細過阿 John 重量嘅下限。OK， 咁所以啦 ，D 就係不可能發生嘅。第九條，有張郵票嘅價值咧，首先就跌咗20%。然後咧就係升翻20%，就問啦呢張郵票嗰個嘅百分比改變係幾多？嗱，一般嚟講咧，我哋就唔知道嗰張郵票嘅價值係幾多咧，我就俾個世界 S 佢啦，或者用 X 啦，冇問題嘅。咁佢首先就跌咗20%，所以就將 S 乘翻0.8，即係1-20%。OK，and then 增加翻20%，即係再乘1.2。increase 20%啊嘛，即係1+20%啦，即係1.2啦。咁啦，呢個咧就係嗰張新郵票嘅價值啦。好啦，呢張新郵票嘅價值點計啊？就係將0.8乘1.2咯喎，就即係0.96咁多嘅 S。嗱，呢度你細心留意啦。原本咧就得一個 S 嘅啫，新價錢咧就係得翻0.96個 S。咁你就用呢兩個 coefficient 去比較啦。一同0.86去比，爭0.04啊嘛，咪即係4% 咯，得唔得？好啦，你要諗嘅就係究竟增加4% 定係少咗4%？咁呢度你又睇得出啦，喂，計到0.96個 S 喎，即係唔夠一個 S 啦，咁即係細過原本嘅價錢啦，細過原本嘅價錢即係蝕咗啦，所以啦就係 decrease， 因此答案就係 C 啦。第十條啦，而家咧 A、B、C 咧講到明係叫 non-zero constant， 而
有呢條恆等式發生喎。A bracket x 加七加 B bracket x 減二係 identical to C bracket 二 x 減一。嗱，呢條題目特別之處咧，第一在於佢呢個嘅 equation 咧係三畫嘅，即係話呢條係 identity 恆等式，亦都即係話啦 ，x can be any numbers， 任何數字都得。零又得，一又得，三分一又得，負二分一又得，派都得，任何數字代落去咧，左邊同右邊永遠一樣。第二樣嘢，佢比較有趣嘅咧就係佢問 A 比 B 啫，冇個 C 份嘅喎。咁即係話啦，如果你可以好醒目地諗下點樣去令到個 C 消失嘅話咧，咁就可以揾到 A 比 B 係幾多噶啦。其中一個巧妙就係你望下右手邊 ，C bracket 二 x 減一。咁究竟有咩辦法可以諗下啊 ？x 究竟係幾多會令到呢嚿二 x 加一消失嘅咧？就係、希望二 x 加一等於零啦，因為 c 乘零都係零啊嘛。如果二 x 加一係零嘅話，咁乘咗 c 之後都係零，咁 c 咪消失咗咯。因此啦，我哋就會諗到啦，啊，不如代 x 係二分一啦咁。好啦，你就寫咯 ，put x 等於二分一，所以左邊咧就會變咗做 a 括弧。二分之一加七，再加 B 括弧二分之一減二，右邊啦就會係 C 二乘二分之一減一啦。我哋頭先分析過啦，右邊一定係零嚟噶嘛。好啦，咁得翻左邊咯喎，左邊就變咗點啊 ？A 括弧十五 over 二，再加 B 括弧二分一減二咧，即係負三 over 二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就將呢個嘅負三 over 二乘 b 掉去右邊啦，就係十五 over 二乘 a 等於三 over 二乘 b 啦，兩邊乘二，即係十五 a 等於三 b。好啦，跟住兩邊咧除十五啦 ，a 除一等於 b 除五。咁呢度咧就即係話俾你聽 ，a 就佔一份 ，b。就佔五份，所以我哋會寫 A 比 B 咧就係一比五啦。因此答案咧就會係 A。第十一條，而家啦 A、B、C 咧係呢個三點俾咗你 ，C 係 A、B 嘅 midpoint 喎。咁咧你就揾翻呢個 x 同 y 分別係幾多？好啦，即係大約嘅情況咧就係咁樣樣嘅。x 四，跟住 b 就呢度，負三負二啊，大約嘅啫。有時啲比例唔啱咧，咁都理解，因為你對於呢個 x 同 y 嘅數字你唔知係幾多噶嘛，但係大約畫出嚟嘅啫。好啦，既然 c 係 a b 嘅 midpoint 咧，即係話我點樣去揾翻嗰個嘅 x 出嚟咧 ？x 加負三除二就等於呢個二啦。x 咧就會係七，點揾翻？y 呢個數字咧，考慮 y 坐標啦，四加負二除二咧就係 y 啦，所以 y 咧就會係一，因此啦 ，x 係七 ，y 係一，答案就係 b 啦。第十二條啦，就問啦，以下邊句一定啱？我哋就要諗下 x 同 y 之間嘅關係啦。嗱呢度咧個結構咧算簡單噶啦，因為只係牽涉兩隻角同埋線都唔係多。牽涉兩組平行線啫，所以啦，我哋都唔用代數字呢個技巧啦，直接去運算啦。嗱，如果紅色圈住呢只係 y， 咁我而家畫呢只咧就係一百八十度減 y 啦，因為同旁內角兩隻角加埋應該係一百八十度嘅，紅色兩隻咧加埋要一百八十度嘅話，而家剩翻呢只 B、C、D 咧就要係一百八十度減翻嗰個 y 啦。好啦，另一方面啦，而家我藍色畫住呢只角 CBA。要等於翻 B、C、D 一樣等於一百八十度減 y， 點解啊？因為啦，呢個係 alternate angle 啊嘛，交錯角 A、B 同 C dot 平衡噶嘛，平行線裏面嘅交錯角係一樣嘅。好啦，到最尾啦，就係考慮成隻角啦，黃色圈住呢只 x 再加翻一百八十度減 y 咧，要係等於三百六十度嘅 angles at a point， 所以你就會得到啦。x 減 y 咧就會等於一百八十度，而 x 咧就係一百八十度加
歪啦，所以答案咧就会系 D。第十三条啦，咁你而家就显示咗金字塔，佢嗰个嘅高度系24，成个体积咧就系3200，佢要揾翻总表面面积。OK， 嗱，你睇呢条题目嘅时候咧，你要小心啲，慢慢睇。佢讲到明有金字塔 ，right pyramid。有個 right 字咧，即係代表啦，四條斜長咧一樣長，得唔得？咁你知呢件事咧就擺正啦，亦都代表啦呢度個高度拉落去地下咧就啱好瞓喺嗰個正方形嘅中間。你點知係覺得係正方形啊？題目講嘅 ，OK， 好啦，咁你點樣去揾翻呢一個嘅 total surface area 總表面面積咧？起碼你都要揾翻呢個底長方形嘅邊長先啦。你當呢個長度係 x， 咁所以呢個都係 x 啦。而佢又話到咧，嗰個嘅體積係3200啊嘛，所以咧你就要用嚟公式去計啦。底面積乘翻高，再除翻三，就會係3200。咁所以你計到 x 咧就係20啦。既然知道個邊長係20咯，好啦，咁我哋又做多場功夫咯。嗱，拆咗佢先，寫翻20啦。跟住重點嚟啦。我用第二隻顏色筆啦，藍色呢一節就係20嘅一半咯，10咯，得唔得？跟住我要揾翻呢個三角形側邊呢個三角形嘅高度咧，要點揾啊？我就用綠色筆啦，就呢度由呢個釘釘位拉條線去到呢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即係話而家呢個紅藍綠嘅直角三角形裏面咧，紅色嗰條高度咧就長24，藍色嗰條咧就長10，綠色呢條咧我叫做 Y 啦嚇。點揾啊 ？Y 咧就係等於開方24嘅 square， 再加翻10嘅 square 啦。因此啦，你有計綠色筆呢個長度咧，其實就係26。好啦，咁你要計翻呢個嘅 total surface area。即係四個側邊嘅三角形，再加翻一個正方形啦。好啦，呢四個三角形點揾啊？個面積首先啦，個底咧就係成條呢個噶啦喎 ，x 咯，20乘翻個高度26，再除翻二。好啦，跟住再加一個嘅正方形面積20嘅 square 啦。咁所以啦，你用計數機撳咧就會出到係1440，因此答案C 啦。第四條啦，就係而家咧有條線咧 A 同埋 B， 有點 A 同埋 B。line segment 咧就係話個線段 join 嚟即係連接，有條線咧連接 A 同 B，cut 到 y axis at Q， 就問翻 AQ 比 QB 係幾多咁樣樣。好啦，咁大約咧就去諗翻個圖啦。A 呢點咧就-43，高少少啦嚇，-43。B 咧就-1。咁有個 y axis 喺度，一下咁剁過去，咁吸到你位叫 Q。嗱 ，Q 呢點我哋暫時未知係幾多，但係有一點肯定嘅，就係佢嘅 x 坐標係零啊，定得唔得？咁佢要揾比例啊嘛，點揾咧？嗱，你就唔好假設個比例係 A 比 B 喎，千祈唔好。OK， 因為兩個未知數就好煩噶啦。你假設乜嘢咧？你假設 AQ 比 QB 咧係1:R。一比 R，OK，、okay? 我哋要咁寫 ，AQ 佔一份 ，QB 佔 R 咁多份，得唔得？然後啦，我哋就去考慮翻嗰個嘅 x 坐標啦，-4、0、正四呢幾個，我哋點做咧？我哋就會將-4跨過個 Q 乘 R， -4乘 R， 再加呢個 B 嘅 x 坐標4跨過去乘翻一呢個 ratio， 4:1，再 over 翻咩啊？一加 R， 即係嗰兩個 ratio 相加，就等於翻 Q 嘅坐標零啦。嗱咁樣咧，呢招咧叫做 point of division。point of division 幾時用嘅咧？就係當有條直線穿過三點嘅時候，要揾翻啲長度比例就有需要用佢啦。或者調翻轉，有三點乘一直線之後，佢俾咗長度比例你，要揾翻某一點咧，咁就用到呢個 point of division 啦。好啦。跟住我哋要計埋 R 先 ，R 咧你就會計到咧係一，咁即係話啦，
答案咧就係一比一，即係 A 啦。第十五條，而家啦有呢個嘅圖咧，顯示一個 semicircle， 即係半圓形。佢揾周界，嗱不是面積是周界，即係揼揼跨啲邊幾長。嗱咁啊唔係好難做嘅啫，因為你見到呢度有個直角三角形。OK， 咁你要做咧就揾咗 PQ 先。嗱 PQ 都唔難揾嘅。PQ 咧其實就用翻不是定理，可以係15嘅二次方減翻12嘅二次方再開方，即係9啦。好啦，跟住你而家考慮翻藍色呢一節嗰個嘅半圓嘅周界咯。OK， 就係二分之一乘翻派乘翻九啦，得唔得？直徑乘派再除二咯。所以啦，嗰個嘅 total 嘅 perimeter 周界就正正係15加12。再加翻二分之一派乘九，咁就得噶啦。咁撳機咧就會出到係41。答案就係 boy 啦。第十六條呢、這個圖咧就係、是、顯示嗰個容器，咁佢嗰個嘅形狀咧就係、是、一個嘅 inverted， 即係反轉咗嘅 right circular cone， 反轉咗個圓錐體。原本有水6400，咁你而家佢就放嚿石頭落去6100。咁加埋水就6400啦 ，OK 嚇。咁而家就話個水位咧就上升咗6.1，揾翻新嘅水位係幾多？嗱，我哋可以咁做嘅，舊嗰個水位你唔知係幾多啊，當 H 啦。新嗰個水位咧就會係 H 加6.1，得唔得？好啦，舊嘅錐體體積6400，新嗰個咧大錐體咧就係6400加6100。即係12500。好啦，重點嚟啦，因為呢個細錐體同埋呢個水加石頭嘅錐體兩個形狀係相似，所以佢哋嘅邊長比例再三次方就會等於佢哋嗰個嘅體積比例。嗱，呢個係非常重要嘅技術嚟嘅。我重複一次啊，對於兩個相似圖形嚟講，佢哋嘅長度比例再三次方咧。等於佢哋嘅體積比例，而一個未知數咧就係 H 啦。咁點揾咧？首先你用計數機撳下左邊先，會經過約間咧就係1/25/64啦。另一邊啦，呢個 H 加6.1再除 H 咧，其實分母呢個 H 咧可以拆開做兩份噶嘛，即係 H over H 再加6.1/H。咁前面呢個 H 除以 H 咧就係一啦。OK。後面啦，照寫6.1除 h， 咁樣三次方。嗱，咁跟住點樣撳機做落去咧？嗱，你見到呢一個位咧，佢係1+6.1除 h， 你當佢成嚿藍色嘢咁樣。總之而家有某嚿嘢嘅三次方係1/25/64。咁點揾翻呢嚿嘢出嚟咧？咁樣，其實你就可以用計數機去幫你手。那個撳法係咁嘅，1/25除64。然後上箭嘴一除以三次方，再撳輸入咁就得噶啦。我重複一次啊，1/25除64，跟住上箭嘴開括號一除以三，呢個就代表緊係開翻三次方咁解。咁你撳到出嚟個數值咧，其實就會係5/4，亦都即係話啦，其實呢個1+6.1除 h 咧就係5/4啦。因此啦，6.1除以 h 咧就係1/4啦 ，h 咧就會係24.4。好啦，未計完嘅，因為佢依家揾新嘅水深啊嘛，所以新嘅水深咧就係24.4再加6.1，即係30.5啦。答案就係 D。第十七條啦 ，P 同 Q 咧。都是 AB 和 AD 的 midpoint 啦，咁樣 mark 翻落去先。好啦，跟住啦，咁你知道啦，用翻 midpoint theorem 咧就知道啦 ，BD 會平衡 PQ。OK， 跟住啦，佢仲有講嘅喎，就係、是、啦，呢、這個 RS 係8，RC 咧就9.6，揾翻 BR。嗱，咁我哋又可以去睇翻咧，既然知道咗有平衡線之後咧，咁我哋就可以知道第一 BD 咧就係12。嗱，有同學咧就誤會咗 BD 咧係16，唔係啊，用翻上面呢組三角形同埋 midpoint theorem 咧 ，BD 係12。好啦，咁跟住啦，另外我要揾 BR 啊嘛，我當佢未知數 x 咁先算啦。
我哋睇下下面呢一組嘅三角形啦。OK， 就係細三角 CRS 會 similar to 三角形 CBD。OK， 咁所以啦 ，CR 除翻 CB 咧，就會等於翻 RS 除翻 boy dot。因此我就可以代翻啲數字落去啦。RC 9.6 ，BC 我哋想揾嘅 RS 8 ，boy dot 12。OK， 咁所以啦，我哋就可以咧。計到啦 ，BC 咧其實即係12乘翻9.6，再除8，就係14.4。計到成條 BC 係14.4咯，咁所以呢個嘅 BR 咧就係14.4減9.6啦，即係4.8，咁就做完啦。B 第18條啦，要將二進制變翻做呢個十進制嘅數咁樣樣。嗱，咁我哋可以點樣去處理咧？咁樣樣嗱，我哋就咁樣諗下。而家你見到全部咧都係零啊、一啊咁樣樣。我哋嘅做法就係咁樣嘅，由最右手邊嗰度每四個孖孖個逗號，方便自己數清楚先。好啦，咁呢度咧顯示幾多個位咧？就係四、八、十二、十六，有16個位。OK。有16個位的話，即是說最左手邊最大的次方呢，就是佔2的15次方的了。為什麼呢？如果是第一個位的話，它是佔2的0次方。第二個位呢，它轉是佔2的1次方。第三個位呢，它是佔2的2次方。如此類推，去到它有16個位的話，它是佔2的15次方的。行不行？好了。所以啦，我哋要做咧，就係睇下究竟 A、B、C、D 邊一個咧係可以佔到去二嘅15次方咁多個位。嗱，我哋就會咁樣做嘅。九呢個數字咧有啲特別嘅，我哋可以將佢拆做係八加一，而八咧即係二嘅3次方，然後再加一。OK。咁所以啦，我哋咧如果要咁樣去做嘅話咧，我哋又將呢個二嘅3次方加一咧，就代翻落去。A、B、C、D 呢幾個位嗰度，我話你逐個代好辛苦喎，咁樣樣，我哋咧就要醒目啲咁啊諗啦。我哋頭先講過噶嘛，佢臨尾化解出嚟咧應該係二嘅15次方嚟嘅，得唔得？而你見到每一嚿咧，佢都有成個九噶嘛，咁即係話啦，中間地牽涉到有二嘅3次方加一乘後面藍色呢堆嘢噶啦，係咪？咁即係話啦。二嘅3次方乘啲乜嘢會出到二嘅15次方咧？你係咪要諗呢件事咯？二嘅3次方乘啲乜嘢會出翻二嘅15次方啊？咪就係二嘅12次方咯。所以你就可以一下咧就將呢個嘅 C 同 D 唔要啦。點解啊？喂，佢哋13次方嚟嘅喎。二嘅3次方乘二嘅13次方變咗二嘅16次方，咁咪唔啱咯。OK， 所以啦，你知道啦 ，C 同 dot 唔啱噶啦，得翻 A 同 boy 啫。咁仲要睇啲乜嘢啊？調翻轉咯，你就睇下中間呢一堆嘢啦。OK， 好啦，又係啦，九咧重複翻個步驟，即係二嘅3次方加一啊嘛。好啦，咁你咧就得翻 A 同 B， 你兩個去諗啦。呢度咧綠色圈住啲九咧就係二嘅3次方嘅嘢乘二嘅6次方，即係咧有個二嘅9次方出咗嚟嘅，即係話啦，第十個位咧就要係一嘅，咁你咪數下咯，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咦，第十個位真係一喎，咁即係話啦 ，A 咧就係答案啦。當然你唔甘心嘅，你驗埋個option B 咁樣樣，你又睇下啦，將呢個九咧就二嘅3次方啊嘛，但係你今次呢個二嘅7次方喎，咁二嘅3次方乘二嘅7次方應該係二嘅10次方啦，咁就佢話第11個位就要一，但係第11個位你見到啦，係零嚟噶嘛，所以 B 係唔啱嘅，因此。第18條咧，答案就係 A 啦。第19條睇翻呢個圖，揾翻呢個嘅 angle PQR 呢一隻。好啦，咁點樣去揾咧？嗱，首先啦，我哋就可以睇翻啦，用翻 QR 同埋 STD 兩條平行線咧，知道呢只130度得唔得？50加130度等於150度啦。另一方面啦。
用翻 angles at the point 計翻呢一隻咧，其實就係110度啦。好啦，計到呢個110度之後咧，咁啊第三就用翻呢件事啦 ，PQ 同埋 SU 係平行線嚟嘅，所以呢一隻110 mark 到成隻都係110啦。因此啦 ，angle PQS 咧其實係110度嚟嘅，但係佢有一忽係50度啊嘛，所以剩翻呢一忽咧就60度啦。所以答案咧就係 C。第20条啦，而家咧佢俾一個三角形你 ，ABE 同埋 BDC。AC 同 DE 相交於 B 呢一點，同埋 BC 咧等於 BE 噶啦。你要證明呢兩個三角形係全等，就要加多一個 condition。以下 ABCD 加邊一個可以咧？咁樣樣，我哋去研究下。究竟證明全等三角形有啲咩嘅資料先？有啲咩 reason 咧 ？SSS 啦 ，SAS、AAS 或者咧，有時 ASA 咧，將佢擺喺同等嘅位置都可以嘅。另外最尾啦 ，RHS。嗱，而家題目俾你嘅咧就係 BC 等於 BE， 即係話啦，已經符合咗一個條件噶啦。OK。另外啦，有啲咩隱藏資料咧？咁樣樣。呢兩隻一樣噶嘛，對頂角嚟噶嘛。Angle ABE 等於 angle CBD vertically opposite angle 對頂角，所以啦，有另一隻角相等咯喎。咦？咁你放開咗呢嘢篩選走得噶啦，就係咩啊？喂 ，SSS 唔用得啦，得唔得 ？RHS 都唔用得啦，因為你有兩條邊長一樣，得唔得？仲有一隻直角啊嘛，咁所以呢個唔用得啦。OK。而家淨係俾咗一邊一角，係嘛？好啦，咁第三個條件可以係乜嘢咧？我哋逐個睇啦。如果 AC 垂直 BE 嘅話，即係話最多知呢只直角啫，或者知呢只直角啫。咁你多咗個新條件，知道佢係直角都唔夠㗎，得唔得？咁所以 A 就唔係答案咯。因為就算你知道佢係直角都好啦，咁你都只係得兩樣嘢相等啫嘛，都冇三樣嘢相等，係咪？所以 A 就唔係答案啦。B 啦。AE 平衡 DC 咁又得唔得咧？咁樣樣咁我哋睇下咯。如果 AE 平衡 DC 嘅話咧，就會變咗係呢只角同呢只角一樣嘅咯。咁既然一樣嘅話咧，咁就即係代表我咪 AAS 咯。咁樣樣嗱，兩隻角相等，一條邊長相等咁樣嗱，唔啱嘅。其實咁樣諗法係唔啱嘅。我哋要細心啲睇埋，就算呢兩條線 AE 同埋 C dot 平衡都好啦，咁我哋最多咪知埋呢兩隻角一樣，紅色呢兩隻角一樣。但你見到嘛，佢哋兩條相等邊長踩住嘅嗰啲角係唔同噶。上面嗰個三角形 boy E 踩住嘅嗰條線，隔離嗰兩隻角係藍色同黑色嘅。而下面嗰個三角形 boy C 踩住嗰條邊咧，佢對應嘅嗰兩隻角咧係藍色同紅色嘅。所以啦。呢兩個三角形就不是全等嘅，因此啦，你哋咧就唔好以為啊，既然兩條線平行，咁啊有三隻角都相等，加一條邊相等就係全等啦，唔係噶，係要睇埋佢踩住嗰條邊，對住嗰兩隻角，黐住嗰兩隻角係咪一樣噶？咁我拆翻呢條件佢先。好啦，到 C 啦，就話啦啊 ，AE 同 DC 一樣長得唔得啊？咁樣樣嗱，兩條邊一隻角咯，咁嗱都唔得嘅。因為啦，如果你要用 SAS 呢個 reason 嘅話咧，嗰兩條邊長相等之外啊，仲係佢哋嘅中間嘅夾角相等。而家好明顯啦，嗰兩條邊長相等之外咧，佢哋嗰個夾角咧就冇話一樣嘅喎，係藍色嗰兩隻角一樣啫嘛。Angle AE boy 同 Angle boy C 多都冇話一樣，所以啦 C 其實都唔啱。因此啦，最有可能亦都係篩選證嗰個咧，其實咧就係 option D 啦。即係話咩啊？佢俾個條件係 EAB 呢只角呢邊啊 ，EAB 呢只角當 X 啦嚇，再加 BCD 呢只角叫 Y 啦 ，OK。話呢兩隻角加埋會等於 angle A boy dot 即係呢只 X 加 Y。好啦，如果俾咗呢個條件咁咪點咧？你咪可以計埋其他嘅角出嚟咯。咁呢只一定要係 Y 啦，因為將 X 加 Y 減 X 啊嘛，出翻 Y 咯。好啦，咦？咁你發覺咪夠咯？即係話今次咧，你見到啦，兩條
相等嘅線 ，boy E 同埋 boy C 踩住嗰條線，對住嗰兩隻角係咩啊？藍色同埋 Y 啊嘛，所以啦就會令到呢兩個三角形係全等啦。你加呢個 condition 就夠噶啦。因此啦，第二十條嘅答案咧就係 dot。第廿一條啦，而家你有個圖啦 ，A dot C 係直線，跟住啦 ，boy dot 垂直 AC， 即係講緊呢件事。另外啦 ，A boy 垂直 boy C， 即係講緊呢件事。就問以下邊一個一定啱？第一個 ，A boy dot 呢只角當 x 啦嚇，會等於 AC boy 呢只角啱唔啱咧？我哋 check 下啦。如果 A boy dot 係 x 呢邊呢只九十度減 x， 跟住 boy C dot 呢只角咧就係、是。180減直角90度，再減翻90度減 x， 就出翻 x。因此 AC boy 都係 x 啦。第一句啱嘅。到第二句啦，三角形 A boy C 同埋三角形 A dot boy 係 similar triangle， 啱唔啱咧？咁我睇下啦。angle AC boy 呢只 x 啦 ，angle A boy C 90度啦，咁剩翻呢只90度減 x 啦，跟住啦到呢個三角形 A boy dot 啦 ，A dot boy 90度啦，呢只 x 啦，我哋叻嘅，剩翻呢只90度減 x 啦，咁見到三隻角都一樣嘅喎，咁所以呢兩個三角形 similar 啦，第二句都啱嘅，好啦，到第三句啦 ，A boy。嘅 square 等於 AC 乘 A dot， 咁啊沿用翻第二句啦。既然呢兩個三角形 A boy C 係 similar 三角形 A dot boy， 我哋攞翻佢嘅邊長出嚟啦。A boy 就對 A dot， 咁樣等於咩啊？我用第二隻顏色筆 ，OK，AC 就對翻 A boy 咯。所以交叉相乘之後咧 ，A boy 嘅 square 咧就係 AC 乘 A dot 啦。第三句都啱，所以答案就 D 啦。第廿二條，睇翻個圖咧，就問 PQ 除 RS 係幾多？嗱，通常呢類嘅題目難嘅在於咧，就係我哋唔知道啲長度係幾多啊嘛。所以我哋咧個折衷方法嘅，就係當個分母呢個數字 RS 係一，所以我就可以咧用翻呢一個方法咧，直接揾翻 PQ 係幾多，咁仲方便，得唔得？咁我哋就可以睇下啦。嗱，重點咧，我哋要揾邊條邊長咧，就係揾 PR。因為 PR 咧係黐住呢兩個三角形嘅邊長嚟嘅，所以我哋就寫啦 ，PR 除一咧就等於 tangent beta， 對除斜對除輪就係 tangent 啦，所以 PR 咧直接寫啦 tangent beta。另外啦 ，PQ 你點揾啊 ？PQ 除 tangent beta 即係對除斜啦，就係 sin， 所以 PQ 咧就可以寫做 tangent beta 乘 sin alpha 啦。因此答案就係 C 啦。第廿三條啦，揾翻 P 嗱呢度咧，你見到啦，有四點喺度 ，A、B 同埋 C、D。B 呢點嘅左邊咧，我哋可以寫做零負五啦。OK， 因為佢瞓喺 Y axis 度啦，所以佢 X 左邊係零。咁我哋咧就可以留意到啦 ，A、B 垂直 C dot， 佢有個直角負喺度。OK， 咁所以啦 ，slope of A、B 乘 slope of C dot 咧會係負一。咁記翻 slope 嘅公式咯，就係 y 坐標相減除翻 x 坐標相減乘翻又係啦 ，y 坐標相減除翻 x 坐標相減都係負一。好啦，咁啊前面呢個咧，你用計數機一撳咧，就係、是、會出到五 over 負四，咁啊乘翻負十六。P 減十六等於負一，嗱咁呢兩個約咗就變咗四啦。OK， 咁將成個嘅 P 減十六掉過去乘咯，二十就會等於負 bracket P 減十六。OK， 咁所以你就記知道啦，負二十咧即係 P 減十六 ，P 咧就係負四啦。因此答案就係 A。第廿四條啦，而家有個長方形。佢個對角線長度係一，而 PQ 比 QR 嘅長度比例係16:9，
咁我哋就可以當 PQ 咧就16K， QR 咧就 9K， 我哋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咧揾翻嗰個嘅 PQ 同 QR 嘅長度分別係幾多啦？我哋可以咁樣寫嘅 16K bracket square 加 9K bracket square 咧就等於一嘅 square。OK， 咁我哋就可以計咯喎，16即係呢度256 k square 加呢度9981個 k square 等於一。嗱，256個 k square 加翻81個 k square 咧 ，total 咧就會係337個 k square 啦。OK， 所以啦 ，k 二次方咧就係1/337。嗱，你唔使揾 k 住，唔使心急揾 k 住，點解啊？因為佢今次咧係揾面積。所以啦，我哋揾 area 咧，就係16K 乘 9K， 即係咩啊？嗱，16乘9即係144啦 ，K 乘 K 即係 K square 啦。而 K square 咁巧就係337/1，所以啦個答案就係144/337。你撳計數機咧，咁就會出到係一個好肉酸嘅小數嘅。但係呢個單位記住啦，144/337咧。是 meter square 嚟嘅喎，睇清個題目，佢要 cm square， 所以你要將佢變翻做 cm square 咧，就要將佢係乘翻100嘅 square 咁樣啦。呢個就由 meter square 變 cm square 嘅秘訣。一 meter 代表100個 centimeter， 所以一 meter square 咧就要將100都 square 咗佢啦，得唔得？咁所以你要撳計數機咧，就係144/337乘10000，咁就出到4200幾，答案就 B 啦。第25條 bearing 問題喺呢個圖度咧，有兩個嘅救生員嘅塔咧 ，B 同埋 F， 咁咧就係相距200米，咁咧就係由東去西 ，OK， 喺一條嘅橫線度啦。咁依家就俾咗你咧有個嘅 bearing 啦，個 swimmer C from B 就係呢個嘅045。同埋呢個315度，咁就揾翻個 C 去到嗰個岸嘅最短距離。嗱，呢度小心啲啦，用一下啲基本技術計一計翻呢只其實425度，跟住你就可以咧喺個 C 個位咧加條垂直線落去呢邊，咁樣平行線425度，即其實呢個亦係90度嘅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啊好多嘢睇噶咯喎，呢度直角啦，呢度四廿五度啦。咁之後啦，其實啦，你又可以將呢個嘅三角形 BCF 咧咁樣畫多次出嚟。其實佢一個嘅 isosceles triangle， 又係 right angle triangle。BCF 嗱 ，BF 成條長200，呢度動條線落去咧，我當呢個 M 啦嚇，咁咪每邊100咯，其實得唔得？好啦，佢揾咩啊 ？C 去到 shore 嘅最短距離啊嘛，即係 cm 嘅距離咯。咁呢度咪又係45咯，其實。咁即係 BM 同 CM 一樣長噶嘛，又係100咯，所以答案就係 C 啦。第26條啦，喺呢個圖咧 ，AB 代表緊個塔啦，有個人咧就企咗 X 嗰個位，擱高頭望個頂點 A 就60度，跟住佢行後啲，又擱高頭又望去 A， 個仰角就30度，咁有個 BXY 咧就一個嘅直橫線嚟嘅。就問翻呢個塔幾高？嗱，你試下將個圖咧就簡化 ，A、B 喺呢度，畫多少少成條呢度 ，X 呢度 ，Y 直角呢度十，嗱呢只30度，呢只60度，咁今次咧特別之處就在於咧，你可以咧就係計埋呢只。60-30即係30，用翻 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， 所以呢兩條一樣長10咯。咁你揾 AB 啊嘛，咁對於60度嚟講 ，AB 係個對邊啦，對除斜就係 sin。OK， 所以 AB 咧就係十乘翻 sin 60度啦。用計數機一撳8.6幾 A 啦。第27條。有個銀包咧，有一張10蚊紙，一張20蚊紙，一張50蚊紙，咁兩張隨意抽出嚟，
就問個總值少於50嘅機會率係幾多咁樣樣。好啦，咁你就可以咁樣諗嘅。第一次抽到十，第二次可以抽到20或者50。但第一次你唔係一定抽10蚊噶嘛，你可以抽20蚊噶嘛。咁第二次咧，你只能夠抽到10蚊或者50蚊。但第三次你都可能係抽到50蚊噶嘛。如果第一次抽到50蚊咧，第二次咧就會抽到係10蚊或者20蚊。咁所以每一個得出嚟嘅結果咧，分別就係總和30啦、60啦、30啦、70啦、60啦同埋70嘅，總共有6個可能性。你希望個總和少於50，即係話呢兩個。因此啦，經過約簡咧，1/3 B 啦。第28條呢度咧顯示咗咧一 A 班學生中意球類嘅活動。而家啦就係問下你以下邊幾句啱啦。第一句就話啦，揀咗10個出嚟就係中意 tennis 嘅咁樣樣。嗱，佢10% 嘅人中意 tennis 啫，唔代表有10個人中意 tennis 噶嘛。所以第一句係唔啱嘅。有一嘅都唔使睇噶啦，所以 C 就係答案啦。OK， 咁當然你可以睇埋呢個嘅第二、第三句嘅。第二句咧就係話啦，中意籃球嘅人係多過中意排球嘅人。OK， 咁你見到啦，嗱，籃球嗰塊就大過排球嗰一塊啊。咁所以咧都係知道咧，中意籃球嘅人數係多過中意排球嘅人數。但多幾多咧就唔知 ，OK？ 第二句係啱嘅。第三啦，就係話啦，中意足球嘅人數係中意羽毛球人數2倍。好啦，咁我哋重點就嚟啦，將呢個54啊點變翻做百分比咧？我哋就將呢個嘅54除翻360，即係睇下佢成個圓360度啦，佢又佔54度，再乘翻100%，咁就知道佢佔幾%噶啦。咁你就可以簡單做個嘅約簡啦。54除以360，咁啊約咗9先啦，9×6=54，跟住就係9×4=36咁樣，跟住再約啦，12乘翻100，即係15%。咁之後啦 ，badminton 係就佔咗15%，football 佔30%，咁之後啦係佢嘅2倍啦。OK， 第三句都啱嘅。第29條啦，而家俾咗個嘅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你，同埋 cumulative frequency table， OK， 好啦，咁啊知道呢個數據之後啦 ，A、B 分別幾多咧？咁樣樣，嗱呢度本身個 A 咧就係講6至8個人咧有 A 咁多個 ，OK， 另外啦9至11歲嘅咧有5個，得唔得？所以啦，細過11.5歲嘅咧就係 A 加5咁多個咯。亦都即係16啦，因此啦，細加 A 咧就係11。好啦，咁另外啦 ，B 又係點揾啊？咁樣樣嗱，仲有嘅12至14歲咧有4個，即係話啦，細過14.5歲嘅咧，總共就係有 A 加5+4咁多個，亦都即係 B 啦。而頭先揾咗咧 A 11啊嘛，咁所以 B 咧就話係20啦，所以答案就係 A。第30條啦，而家考慮呢一堆嘅數字27、8、M、N、24、28、25。佢嘅話俾你聽咧 ，mean 又係28，median 又係28，就問以下邊一句啱咁樣樣。好啦，咁呢條咧就唔容易做嘅，我哋細心分析下。嗱，因為咧佢而家就講到明個 median 咧係28 ，OK？ 咁所以啦，我哋如果咧要做個排隊嘅話咧。我哋就係會首先知道啦，24、25、27呢幾個一定係細過28噶啦嘛，所以啦，一定咧有個28就排喺度，得唔得？另外啦，因為講到明 median 咧係28嘅話咧，呢個唔喐噶啦嘛，後面就一定係俾28 m 同 n 壓咗噶啦，只不過我哋唔知道佢哋嘅次序啫，得唔得？亦都即係話 m。同埋 N 咧，起碼都係28先啦。
否則嘅話就會晾咗喺中位數嘅前面，就會褪咗個 median 就不是28噶啦。因此第一句咧其實唔啱嘅。咁第二句咧就啱嘅，點解啊？因為咧第一你見到啦 ，boy 同 dog 都有 option two 啦，係咪？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你知道個 mean 係28嘅話咧，即係話呢度咁多個數字加埋咧，再除翻七就係28。你就好容易求到 m 加 n 咧，就係64啦。好啦，第三啦 ，n 會唔會細過等於36咧？咁樣樣嗱，咁你留意一下咯，因為 m 又要大過等於28 ，n 又要大過等於28，得唔得？而兩個加埋咧要等於64嘅話，咁即係話啦，如果有一個係大過等於28嘅話咧，我哋就會咁寫。64減 n 就即係 m 啊嘛，代翻落去咯。所以64減 n 會大過等於28之後咧，負 n 咧就會係大過等於負36，因此啦 n 咧就會細過等於36，得唔得？所以啦，第三句。